近日，第十届长春国际车展在吉林长春开幕。在一参展车企展台上，一位身着透视装的车模惊艳亮相，搔首弄姿，侧门大开，性感十足，丁字裤清晰可见。而其姿势的多变，导致大腿根部似乎露了底，泄了春光，引来大批观众围观拍照。酷六娱乐为您报道。